是炸零食。是蜥蜴一直在看我，哇，东岭车站。那你我要前了，你再往前就只能原路退出来了。你要原路退出来。今天海的颜色不好看，这样比较没那么热。啊？比较不会就是太阳那么大。已经过了两年。
前是吃那个有椰子树这一个。啊，为什么没开啊？是有开还是没开？他这不是有开吗？